好了，那现在是2014年9月11日，这里是我们完美世界的新游戏第三把剑的这个直播。我们今天在直播这个游戏打炮，是一款非常好玩的游戏哦。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主页，第三把剑带你出战，带你飞，然后后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很醒目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9月12日，也就是明天限量内测，关键是不删档，有没有？这个我们看一下，它现在这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玩的方式，比如说看我们这个首页这个游戏资料这边，它不仅是就是说你可以去像一个那种组队去打，去跟对方5个人去打，然后还有一个8v8，还有一个各种下副本打 boss 的一个方式。然后这边呢，还有一个角色养成的系统，它分别是有这个冒险属性系统，还有冒险实力系统，还有一个幸运值。那我们看它这个边有一个竞技场，竞技场我非常相信啊，很多这个男孩子就非常喜欢玩竞技场，就是感受那种互相拼杀的感觉，然后看谁比较屌一点，比较厉害一点，是不是？然后8v8视频，刚刚忘了跟大家说，它有一个体系是可以8人和8人对战，哇塞，那场面一定很激烈，对不对？带上你的小伙伴，带上你的基友，然后一起来8v8对战。那如果你是刚来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，我们现在是这个完美世界第三把剑的预播中，然后我们明天呢就会有这个正式上线的不删档内测，是不删档的，所以大家明天呢可以跟我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喽。好吧，雨晴也是顶着这个空调坏了的酷热给大家直播了这个时间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如果你喜欢这个游戏，喜欢雨晴的直播的话呢，你可以持续的 focus 在我们这个这个斗鱼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是斗鱼的直播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完美世界的官方网站，它左侧有一个下边的一个条，然后点开之后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，会有好多好多的妹子，然后跟大家一起聊天开心，然后一起玩游戏。那明天的话，就大家还是持续的关注到我们这个游戏的直播中，好不好？来，忙业的吧，我靠，热死！哥们，我想，我靠，好热！哎，其实你现在找我的时候，你之前衣服还挺好看，你哪买的？网上买的。淘宝买的。淘宝也能淘到好衣服吗？那肯定。哎，你帮我把我那件衣服拿过来吧。哎，我都觉得今天这个衣服还真是挺好看的，就是穿脱的时候有点费劲，有没有？这个吧。哦天哪！啊，不是，不是这个衣服，这连在一起的，不是这个衣服，我自己拿一下吧。